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潜能解放的荣光载誉的好脚手。可以看到我使用的是暗队，搭配一个火油。首先我们先指定攻击。有算过了，一定会剩下一只啊。那现在就是开始做一个简易的叠珠，简易的叠珠。能消一吸就尽量消一吸，因为有时候天降是很难控制的。一吸不是零吸啊！哎呦呀，浪费我一个回合。这时候要补点血量，所以我吸出稍微做高一点点。哇，天降是很可怕的。三颗就很危险，我决定先消。因为一吸的话，攻击力对他来讲会比较弱一点。回合数还不到，所以我要补一点血量。一样继续做我们的手动叠珠，简易的，两回合再撑一下，算一下一二，哇，不够哎，回合不够，所以我要再补一下血量。哦耶，还没领奖，没关系。下这边怎么放比较好？这个的话，24万是攻击最强，应该是这一关没错了。这边一回合应该是刚刚好。我们放这个，思考一下，打击就好了。第三关隐形盾先把它打出来就行，然后我们先储珠一回合好了。那这一回合我建议是用火珠攻击，因为我要储技，我要储技耶，还给我打它干嘛？好，开魔眼。给出没关系，我们直接轰。
可以看到，这只奥丁在旁边是属于休息的一个状态，有没有？然后这边就开蜘蛛毛，哦，回合数不用担心，因为它会自表，哦，它会自表。不过我个人建议先打一回合。然后我们再来绿珠，还是要绿珠，因为下一关还是要爆发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绿珠你要的暗珠，哦，再表一次就死了，所以这时候看一下我们的模样来不及了，模样既然来不及。台面上的猪消一消了，哦，除了暗猪以外，全部都消一消。哦，因为现在没什么东西可以丢了，哦，绝地逢生，哦，一点都不绝地。啊，开个安多应该差不多了。有点危险啊，这样玩。哦，基本上关卡通关关键是第一关啊，第一关 CD 要处到了，其他关卡的话 CD 回合要算一下，应该就没有问题了。哦，以上这是暗罪的一个示范，哦，给大家参考，谢谢大家观赏，拜拜。